对，反正情报是这样说的。我们忘了。没有人。我们进去吧。 现在不是欣赏的时候，赶快找到那个装魔鬼的瓶子吧。很好的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了。还让你送东西，真不好意思，奥利。没什么，只是祝贺你搬家了一点心意。晚会我真的很快乐，阿鲁弗莱德。 太好了，再见，晚安，奥利。晚安，晚安，古拉比。晚安，阿鲁弗莱德。这瓶子不错哟。是奥利送的礼品，好像是古董。里面有东西吗？可能是像艳阳的东西。听奥利说，这瓶子里面好像有什么精灵呢。他在开玩笑吧？可能吧。 那好吧，我现在也该回去了。还早呢。是不是你一个人觉得寂寞呀？可是我还没有习惯一个人生活嘛。该死，那个瓶子在哪儿呢？该不会又是假情报吧？不过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，这家店里好像有那个瓶子。 已经没有时间了，过了12点，那瓶子盖说不定就会有人把它打开了。有人来了！我忘了关灯了，真是奇怪呀！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是谁？你把那个瓶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啊，瓶子怎么回事啊？你还装蒜？别动手，别动手！我一点也不知道。 那个瓶子就在这个店里，我们打听到了，交出来！啊，我的头都晕了，快放开我！啊，你把它藏到哪儿去了？那瓶子现在已经不在这店里了，已经卖了。卖给谁了？晚安，晚安，克拉比。 瓶子的地方了，哎，好了，这下就好了。谁呀？这么晚了？我们有事想问问你。我要睡了，明天再问吧。 瓶子在哪儿？什么是瓶子？就是那个在救护店买的那个瓶子。果然在这儿，快点拿出来啊！礼貌，应该快放开手。放开他，看样子他是个懂事的家伙。好吧，好难受啊。那瓶子怎么了？如果你拿了，你就快点交给我们，当然我们会付钱的。为什么你们想要它呢？我们没时间给你一一解释。如果不快点给我们的话，那就会出大事情的。那我就更想知道理由了。你少跟他啰嗦，快交出来！
讨厌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你这个家伙！别打我！你们该死！老大，哎呦呦！救命啊！困呢？嗯，这瓶子说不定……好嘞，让我看一看。看上去确实有一股怪烟呢，打开看看。嗯，别让这烟熏了我的房子，还是去外边的好。嗯，到池塘边上去，走吧。刚才看书才有的幻觉。确实是幻觉。看，就是那个房子，木靴型的。这回我们一定能拿到手了。万能的神呐，保佑我们吧。原来是你啊。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呢？干什么不成，法律上有没有规定不准散步？我倒要问你在干什么呢。今天不知怎么的，我兴奋得睡不着觉。你拿的是什么东西呀？瓶子呗，是奥利送给我的贺礼。这是个什么瓶子？我也不知道，可我想把它摆在家里。那破玩意还值得100吗？你不要那么说嘛。再见。真奇怪呀，这么晚了他去哪儿了呢？这儿也没有啊。该死的，真难找，时间又这么紧啊。他没关灯就出去了，可能他马上就会回来的吧。哎呀，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等他呀。是不是到了12点那瓶子就像预言里说的那样会打开呀？是的。自动打开吗？不，借助命运之手吧。打开瓶子的就是那鸭子吗？恐怕是吧。快上飞毯。去哪儿啊？随便去哪儿，不管去哪儿也要找到这家的主人。待在这儿可不行。是啊，快找吧。我们去那边找。怎么回事？这怎么不听使唤了？花坛怎么不听使唤了呢？太累了，让我们上点心呀。
家伙。这瓶罐好结实啊，说不定这罐烟有什么坏处，所以不让人随随便便的打开瓶盖。比方说如果这里面有一个像神灯里那么大的怪物，可怎么办呢？也可能是长胡子的仙人，不过可不一定都是男的。这家伙就是病了。怪事儿。哦，我们万能的神呐，把我们的国家从黑暗中拯救出来吧。也请你赋予这飞毯力量吧。那儿有只鸭子。不，还有一只乌鸦。喂，你到底怎么了，阿勒弗雷德？你怎么？啊，正好我正打不开这瓶盖呢，就请你帮个忙，好不好？啊，那好吧。那好，你拿紧这只瓶子，我来拔这个盖子，好不好？好嘞。拿好，拿紧啊！好好拿着，别放松。他们要打开那瓶盖啊！住手！不能打开瓶盖！住手！这里面有什么？好像里面什么也没有。没意思，里边什么也没有。光是烟吗？谢礼呢？我伟大的黑暗之神得吃掉你！
你说什么？你没听见吗？吃掉你！你等一等，我想起来了，打开瓶盖的不是我，是鸭子。你那么说也逃不掉。我只是拿着瓶子，你看那盖子还在鸭子的手上呢，那赃物还在他手上呢。啊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吃了鸭子。那没我的事儿了吧？没有了。等吃完了鸭子以后，我就回到生我的地方去，折磨那儿的人去乐呀。是吗？那么再见，再见。大老婆，我就吃了你们呀！我来问你，你真的是从那个小小的瓶子里头出来的吗？是的，你不是怀疑我伟大的力量吗？不是的，不过我说句心里话，我根本不相信你能从那出来再进去，明白吗？好吧，我明白了，你也想在被吃掉以前看看我的魔力？就请你表演一下吧。小家伙制服了魔鬼呀、啊！干得漂亮，小鸭子，你是个英雄。谢谢你了，你拯救了我们的国家，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那没什么，这个妖怪，你把
你是怎么制服他的？小鸭子，你不要紧吗？为了感谢你，尊敬的鸭子，我们的国王送来了礼品。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放在那瓶上。知道了。再见。